我是小秀，这几天连续下了几天的雨，这池塘的水都涨了好多啊。今天来起地农了，看一下有没有鱼。这水真的好清澈啊，可以见底了。没有什么泥鳅啊，七八条。有鱼，看到没有？还挺多的。哦，这个烂地龙啊，还装了挺多鱼的，看，哦，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鱼。还是有几条鱼的。哎，这有一台打田机啊，我要打田了，哒哒哒哒哒，这都还没有发动呢。收最后一个地龙了，怎么没动静了？哎呀呀呀呀，有鱼！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看上去不多啊。别灰心，以后庄地龙鱼会越来越多的，还可以。回家了，拜拜。